在围观大楼这里，包括搜救人员、家属和施工等等，每天有上千人进进出出，周边流动厕所的使用量很大。慈济施工协助打扫，也补充卫生纸，维护灾区的卫生环境。卖力打扫，不怕脏污。这群慈济职工来到灾区附近的流动厕所，主动承担起清洁工作。每个定点都有人支援，那我们都是补位，没有分说谁做福田。不管是清洁方面，还是关怀，还是各部分，我们都可以都随时都可以补位，这是我们欢喜做。加入环保洗洁剂，冲刷地板上的泥泞。我整个换起来就好了。看到垃圾满了，及时更换。志工不止清扫环境，也期盼受灾户心地更清净。虔诚的心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受灾的民众，让他们早日恢复原来 的生活。带着虔诚祝福，慈济志工无私付出，也和众生结下好缘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南综合报道。